我叫楚丽娟，今年54岁。今天我不为自己，为我的女儿陈雨佳下订单。这个外表黝黑的假小子，就是我的女儿陈雨佳，村民呢都叫她种米姑娘。我刚才听见那个雨佳说，她是党员，您也是党员，二代党员。对对对，其实雨佳入党比我还早呢，大学入党了。是吗？所以你怎么看，就是回到这个农村，回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家乡，能把这个带动起来？原来光靠老妈自己在家里，并没有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效果。是，雨佳她从单位辞职回来之后呢，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理念，动员我们村里这些老百姓做旅游，从那个传统的种植模式呢，再结合一些现代的科学管理，这样的呢，大米的口感还好，营养呢还丰富了。别看她才30多岁，却已经扎根农田近10年了。一路成长为全国38红旗手标兵，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。可是作为妈妈，我多么希望忙碌的雨佳能有一次看到自己作为那个爱美的小公主，在形象上进行一次彻底的绽放。